书接上集，我们接着来看三月份识货热销榜上还有哪些实战过硬的球鞋。第三双李宁帆五二被视为2000块预帅14泵的平替款，和全程秀一样，这双球鞋的前后泵也是嵌在 Light From 里，配上厚度不俗的专属鞋垫，运动中可以尽情形变，实战脚感更是爆炸。第二双李宁闪击 8TD， 作为李宁中高端球鞋，相比预帅和全程系列，闪击系列的名气和口碑都更好一些，解决了闪击8后跟和导管断裂的问题，让它更具耐久性。第一双李宁预帅15浪，作为李宁实战球鞋的招牌，中底延续高帮采用的全掌泵，将 Light From 改为经典的李宁云，带来更出色的缓震效果，满足实战需求。